Hello，Hello，Hello，这是我们介绍一下哦，这是我们的滑雪板。看，这个是张一鸣的绿色的，特别的大。这个呢，紫色的就是金子秀的，这个就是我的。我们终于开始要滑啦！这个星期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最后都来滑雪，最后还是来滑雪啦。我像个那个煤炭工，这下面再放个那个灯泡。我也像，你也更像了。那个板呢？那儿呢？我今天我还挺好看的。你妈呢？我妈上厕所去了。哎，我没有去。天明，我屌你妈！不好意思。张一鸣他刚刚穿鞋的时候麻烦了工作人员，给他拿了好几双鞋。不是，结果最后他选的是 ski， 正好我刚去拿 ticket。你听我说完，听我说完，是这样子的。一开始他问我是不是 size 12，我说是的。然后呢，他给我拿了个，我说他问我是打 snowboard， 不是 snowboard 还是 ski， 我说 snowboard。然后他给我拿个 ski， 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第一次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你过来，你发现我穿错鞋了。我跟他说我就是要的是 snowboard， OK。然后他就给我拿了双鞋子，给我拿个 size 10，我说。这是我的 size 吗？我一开始穿，我整个脚都快断了，他妈就踩不进去。他说这是正确的，这是正确的码数。他说哎呀 ，size ten。我说 actually I'm size 12。我说哦，那是我的问题吧？啊？出来了，早就出去了。行。